再来比较玩，这边他们这边过火把节，对，过火把节，这不是亲戚吗？阿紫，累不累啊？还好，不累啊。辛苦了啊、哦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不要不好意思啊、哦，这都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家啊、哦，所以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你放开了玩好吧？对了，我敬你一杯可以吗？你看今天辛苦了，你不喝酒啊、哦？我也很强的、嗯。对，我也不喝酒。饿了吧？应该。再来一个猪给我们吃，然后现在马上好了就可以吃了。那个什么阿姨，好玩吗？好玩个多少呀！烦死了，真的是我累死了，知道吧？跑这么远。那个啥，辛苦了啊、哦，希望你玩的开心啊、哦。那个我敬你一杯呗，你敬我一杯，你用这个给我喝吗？操、嗯！你来我们娘山就用这个给我喝，你看我上次喝饮料的人，不是我不怎么喝酒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我不怎么喝酒，就喝这个嘛。来，我们用这个盆喝，真的是。什么？用这个盆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梁山只有主要不要呀，没有你的什么营养乱七八糟。这么大的盆怎么喝呀？不要拉我！你不要用那个盆，那个盆是加苹果的，还好在那呢。这么大的盆，你不要管我，真的是你管我呀！我想怎么喝怎么喝。哎呀，不，那个阿姨酒量好吧？应该。真的要这么喝吗？没事，阿紫，没事，你不要跟他吵。那我在等下你们喝醉了，在这里。一口一个，二五个，喝的烦死。没事，你是能喝就咱们两个喝嘛。还要倒，这都倒了几瓶了？够了！二哥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么关心在干什么？没事。来，阿伟，我敬你。两个又吵架了，阿伟哥。不是，这是我一个人喝吗？不是、啊。这大赔让我一个人喝啊？大爷，你这样子是不是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真的是，我就用这个喝，怎么了嘛？来，快点，阿伟，不要在这里磨磨唧唧的。没事，真的是。你这是不像一个男子汉一样。这是玩二五还是幺二幺？玩二五来喝。不是，你都倒了三四瓶了哎，还玩二五？真的是你敢不敢喝吗？我们这里没有。你听我的，我凭什么理你的？你管我呀？真的是，他喝不喝醉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事，阿紫没事啊、哦。那个。快点，阿伟，你不要在这里磨磨唧唧。行吧，那喝嘛，喝来给我吧，喝吧。叔叔阿姨们啊，这个能喝了啊、哦。怎么？少喝一点，伟哥，不要喝了，够了，不要喝了，呀，没事，阿紫，让他多喝一点。我慢慢喝啊、哦，但是你不能催我啊，我让我慢慢喝，好吧？那你快点喝呀，真的是，别太喝醉了，没事伟哥。没事，你放心啊。啊，来，该你了，我喝完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快点喝。这一点还要让我喝啊？好。啊，来，没有了吧？该你表演了。没事，阿紫。啊，这没事，来，这会儿我给你倒，好吧？来，看着啊、哦。这很厉害哦。阿紫，你能喝吗？太厉害了。喝完了吗？这不是很厉害吗？这不是还有吗？这不是还有一点。全部喝完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刚刚我流了一口，你都还要让我喝完的吗？这太厉害了啊、哦！厉害多了，确实厉害啊、哦！我以为只是嘴巴厉害，结果这喝酒也厉害啊、哦！厉害的多了，不像你，还用那个饮料激别人啊、哦！笑死了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行，那你跟这个这现场的这个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也喝一杯呗？那你怎么不喝？只说我啊！我就只想跟你喝哦。我都被我那我都被他灌醉了。那我这酒量也不好嘛，这他这个喝了三瓶，这不是知道吗？这三瓶，这确实厉害。厉害！我今天这个我就不说了啊。
虽然妹妹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但是跟你姐姐比起来的话，还是差那么一丢丢。什么意思吗？还是你姐姐好看一点。把我装下来。啊，没事儿啊，那我们就等着吃饭吧啊。阿紫，你吃得惯不？你快去把我装。嗯，好，那个你们两个都吃一点，我不怎么用。对，阿紫啊，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我那个好朋友。这是他们家，这边就是他叫我过来玩嘛，然后你看啊，这他们给我们宰了一个，就阿姨，你想买票，我不想让你票，我只想我自己讲这个事，你不知道我想吃什么，嗯、都吃一点、啊，我就这样子怎么了嘛？没事，不是，阿紫怎么了？没事，阿紫，你不要管我，不是你他要吃个什么嘛，我跟他挑嘛。你要吃个什么？我自己挑。阿紫，你不要管他。不懂我吃什么，真的是。没事了啊，没事。你昨天吃个什么？我跟你挑嘛。你不想吃这个，我不想吃这个，你自己吃，没事，我要吃的。没事，没事，阿紫，你等他自己挑嘛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吃，真的是烦死了。没事，等他自己挑嘛，没事啊。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赶紧吃吧。关你什么事嘛？真的是。